出现。显然二十三垒有人，没有人出局，内野也没有驱险了，正确了，因为分数也拉开到有八分的一个差距。特别现在又是没有任何人出局了，所以守备是一个完全正常的，希望能够赶快先抓这个半局的第一个出局数再说。球评正经教练怎么看过去经验？